夠膽素顏示人的女士不多，夠膽素顏示人的女藝人更加不多，但是范冰冰為了宣傳自家品牌的護膚品完全是豁了出去。日前她就戴上頭箍以居家look出鏡，不過片中的她望落就非常之潮水，不單止塊面明顯浮腫，還雙唇發紫，對黑眼圈黑到不得了，甚至似啱啱喊完咁啊，同以往精緻的妝容有極大反差。對此有不少粉絲就認為可能只是光線和角度的問題啫。